咁首先咧，即系要讲一讲咧，呼吁诶嚟紧咧，我嘅行程咧，应该相信二月接近尾声嘅时候咧，就会喺呢啲地方出现嘅。麻烦阿 Lucy 打一打出嚟，就喺加州嘅洛杉矶咧，同埋咧德州嘅侯斯顿嗰度。阿 Lucy， 麻烦你打一打出嚟啦。咦？点解？打唔到嘅，洛杉矶同埋侯斯顿，系啦。咁呢个即系而家暂时咧，就系个行程咧，就系会系咁样啦。咁想讲一讲咧，就德州侯斯顿其实就唔系好多香港人，但系咧就有新嘅香港人移民嗰度咧，就系去咗 Houston， 因为 Houston 比起加州咧系咧嗰个生活指数系低啲嘅。咁而洛杉矶咧。如果大家知道有條15公路去奈華特州，就是、去賭城那裡，就有個民主的一個公園在那裡的，那個叫 Liberty Sculpture Park， 我想在那裡都會有一些 的分享想跟大家做，那這個2月尾的事。那至於我們的頻道呢，就麻煩Lucy 打一打，就是 Action Life同埋 Action World 嗰個頻道，咁依家邁向緊咧就係5,500啦，就係、是、Action Life，sorry 係邁向緊依家12,000，咁希望就係邁向15,000啦，英文嗰個頻道，而 Action World 就係邁向55,000啦，咁希望大家即係都要 like 同埋撳嗰個 subscribe 嗰個 bell， 等人哋知道咧多啲我哋幾時會有片出啦。咁都係啦，最後一樣嘢就係我哋個 Patreon 個製作咧嚟講，係我哋呢一種嘅做法去做節目咧，其實係嗰個資源係好多走訪唔同嘅城市、唔同嘅地方，行咗萬里路啦，都係咁喺踏入虎年嘅新嘅一年咧，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嘅節目，咁亦都。因為由於個製作到呢啲節目咧，亦都可以喺看中國嘅頻道嗰度咧出現喺唔同嘅地方，咁呢個真係要靠大家嚇食少一兩餐飯，咁就已經可以支持到一個頻道。咁最緊要係人多，人多就可以做到好多嘢。咁今日咧，即係一開始咧，我有幾個嘅話題想講啦嚇。第一就係、是。这个真的新鲜滚热辣，中银51家分行下周一起暂停营业。暂停营业是由于什么呢？就是疫情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当世界是要与病毒共存的时候，他说直至另行通知，这个很吊诡，直至另行通知銀行機得唔得咧？就係、是、啦，呢、這個咧，我呢個都係依家要睇香港01。佢冇講得好清楚，不如我讀俾大家聽啦。Quote from 香港01，中銀香港通知客户同埋公眾人士，因應目前防疫工作需要，乜嘢嘢都係咧用防疫工作。多謝 Lucy 打咗嗰條 banner 出嚟，由下週17日起啊。部分分行将暂停营业，直至另行通知。营业时间为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至下昼4点。如早前公布咧，该行于星期六只维持个别服务。blah blah blah， 为咗全面防疫啦。咁就另一样嘢就系讲紧 HSBC， 我 understand 啦，佢话有一个人中咗招。咁但系个问题，如果你咁搞法咧，就乜嘢嘢都有理由咧，就全面係防疫之下咧，就冇咗嗰啲嗰樣嘢噶啦。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政治信號嚟。嗱，而今次呢、這、一個北京奧運咧，我唔知邊個有睇過開幕禮。我識嘅朋友就冇睇到。因為由於咧，即係有好多嘅人都覺得有一樣嘢嘅啫，就係依家中國嘅人權狀況咧，係比起上次搞即係呢一個
奥运嘅时候咧差好多，咁都成好多年前啦，系咪？系咪2008年啊？嗰阵时系即系都隔咗好耐啦。咁但系依家系越嚟越差嘅时候，咁点搞法啊？古逍遥被控企图煽动行为，申请保释被拒绝。阿古先生咧，即系我要讲一讲啦。古先生系有好多个角色，佢系社民连的一个成员，骨干成员，曾经是亦都是保钓行动的成员，保钓就是一个爱国的一个的 symbolic 的做的事。另外讲紧古思瑶，他的个组织就叫做社民联。昨天我都在我自己的频道讲过，现在香港是没有真的没有政党那样东西。你谂下社民联嘅朋友长毛依家喺监狱度，你讲紧黄浩明喺个监狱度，黄浩明已经系主席添，吴文远喺个监狱度，依家讲紧好似女长毛都拉咗，我唔知佢依家系咪有得保释啊？咁就唯一咧就系长毛嘅太太咧就喺监狱以外，嗱呢样嘢咧系。恐怖政治都好紧要，咁你讲紧依家系唔系因为由于呢一个，即系讲紧系京澳咧，你要香港系唔可以有任何一种嘅意识形态嘅表达咧？嗱，佢本来系讲紧系贺，大家知道啦，佢系贺北京，即系你讲紧东澳嘅啫，都系。北即京即冬季嘅奥运喺北京，咁佢依家呢个独媒咧，佢咁讲啊，寻日拘捕咗古思瑶，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具多项煽动意图嘅行为，即佢冇啊有啲煽动行为啦，佢觉得佢意图系有行为，咁就拉咗佢。咁就呢样嘢令人好觉得，喂，我以图你会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咧，咁就已经系拉咗大家。咁喂，咁全香港700多万市民，你系咪真系知道你心里边条虫系谂紧啲乜嘢嘢？即系用翻嗰个咁嘅角度，咁即系令人谂起咧六四嘅时候，有啲人想去天安门广场嗰度。靜坐六四事件的時候就拉得了，你去行得慢一點，稍微呢鏡頭拍著你都不行。那香港現在是踏入了一個類似這樣的狀態，所以即今次來說也都要講講周幸彤第15次申請保釋遭到拒絕，15次申請保釋遭到拒絕，咁有樣嘢咧，我覺得阿彤咧都可能咧繼續會申請保釋。到依家連法庭都唔講話咧，究竟周幸彤有冇申請保釋嘅時候咧，你知道咧，即係我哋而家由崩壞個法治咧變咗墮落噶啦。如果你話連崩壞，依家我哋利用咧我哋個法治系統係崩壞，去到如果你話連。佢申請保釋呢樣嘢都唔敢講咧，就變咗墮落，係咪？咁即係好明顯見到。咁另外有個叫周嘉誠都係好似係申請保釋唔使諗啊。林鄭喺佢嗰個有個記者會嗰度咧講一句疑似粗口嘅嘢，大家有冇聽過啊？嗱，即係我哋個特首就疑似講咗句。粗口嗰样嘢咧，讲得噶系咪啊？除咗供应，唔系，除咗提供紧急，除咗供应，唔系，除咗提供紧急。嗱呢句嘢，我想大家再听一次。除咗供应，唔系，除咗提供紧急。唔知大家听到系咩咧？一就是粗口，二就是不是粗口，大家做个投票，有些人在看节目。除了供应，
同样提供紧急。网上好多好多热烈讨论啦，一就唔系粗口，唔系一系粗口，二就唔系粗口啊，一系粗口，二系唔系粗口。除咗供应，同样提供紧急。一系粗口，二唔系粗口，究竟特首有冇讲到粗口咧？二唔系粗口，一系粗口啊！嗱，最后一次啦。除咗供应，同样提供紧急。我就听咗好多次，我就听到好似系个一，唔知大家听到一定二啦吓。不过都唔紧要啦，讲咩都冇人听佢讲。供应同样提供紧急，即系 emergency 同埋必须，即系 essential。除了供应同样提供紧急，即是 emergency 同埋必须，即是 essential。 除了供应同样提供紧急，即是 emergency 同埋必须，即是你，我都明白他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，即是都压力是很大，但是世界的香港人现在就是帮在香港的香港人去减压，是不是我们要做的事，即是你看到看中国啊，我们的频道啊，大纪元啊，黄世泽啊，星期二得到全部都是讲紧你做紧不同的事，即是你有些啱听啲，有些不啱听啲。咁我见到大部分的人都是投票是一的，咁有些人话是有位网友就话个条字嚟嘅，咁条我唔知道，咁咪带嚟喺苦年里面一啲叫做我唔敢讲话欢乐啦，即係话叫滑稽嘅嘢，咁佢又唔肯戴口罩嘛，咁就係咁样。不过我都想讲一讲呢，即係英国依家係唔使戴口罩啦，亦都係当係一个风土病，咁就英国就全线开关，即係每个地方都唔同，係咪？咁喺即係加美加边境呢，落美国喺加拿大就唔使做个 PCR test， 但你上翻去有个72小时嘅核酸测试，咁呢个都紧要。